金甸燕子湖畔青峦叠翠，在这里与亲朋好友相聚，坐享美景与美食，真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梦幻的景象早在湖畔一家餐厅上演了15年，坐在里面，然后因为它是正对湖景，所以我可以看着燕子湖的环境，然后整个有山有湖，山水一色，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享受。退下不必要的装束，远离人间的喧嚣，在这里食材的原味得以解放，在回归自然的烹调引导下，绽放出更迷人的美味。那我们比较重视食材的新鲜跟原味，不会过度的调味，不会把食物原本的美味给遮掩掉，所以在食材上面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像我个人很重视健康，所以我特别重视就是在食材上，优质的食材它自然就可以带起鲜美的口味，所以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料理的方式。这里的战斧猪排还蛮好吃的，因为就是它的肉质很鲜嫩，然后里面还带有一点筋的口感。今天第一次吃到这里的螃蟹，就觉得很新鲜，然后又很鲜甜，然后还有它的汤汁也很好喝。新鲜纯粹的餐点，不仅可以在美丽的湖畔享用，也适合在家中细细品尝。餐厅的低温宅配服务随着疫情应运而生，将无需雕琢的美味新鲜直送到每家每户。我们目前宅配的商品还是以我们就是在餐厅里面可以吃得到的食材为主，主要是因为客人来这边吃过我们的食材，那他买宅配的东西回去他会比较安心。客人到现场用餐，那看到我们有宅配的商品，基本上都会顺道带一些回去。那他回去可能只要退冰或者是稍微的微波加热就可以做使用，保存期限都不会太长，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那全部都是要冷冻来保鲜。拜网路宅配之次，世外桃源般的享受，亲切无添加的美味，也将零距离的分享给更多向往自然的人们。